新竹光临艺术节的光雕展演在22号登场。那么今天晚间，新竹市长林志坚特别邀请了台南市长黄伟哲一起参观。黄伟哲说，他非常希望这一些有创意的艺术家也能够到南台湾进行展演，把这个百年车站全部把它包了起来，展现一个非常祥和美丽的一个画面。新竹光临艺术节透过光雕投影的呈现，让新竹市的夜晚变得绚烂。新竹市长林志坚25号晚间更带着台南市长黄伟哲一同游览新竹市旧城区，欣赏这趟光之旅行。我们希望光来了黑暗就散去哦，我们的疫情也能够及早的散去哦。那今年的光临艺术节其实是延续2021台湾灯会，但因为疫情而停办。不过艺术家的创作非常精彩，所以我们在疫情趋缓的当下来举办。两位市长对于这次展出的光雕艺术非常赞叹，台南市长黄伟哲也表示，从台南北漂一趟到新竹欣赏艺术相当开心。相信有很多本土的这个艺术家，他们能够把这个光雕，能够把整个光影做得这么样的漂亮，真是让人家觉得非常惊艳。我相信有机会也应该邀请这些艺术家能够到南台湾走走。新竹光临艺术节光雕展演直到10月31号，透过科技、光影、音乐的结合，也让民众更认识新竹古迹与城市。华视新闻新竹综合报道。